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您向往北欧的生活方式，那么本期分享的这座芬兰的 Juusluoto 或许是个不错的投资选择。Juusluoto 位于芬兰最美丽的群岛海中，其优越位置让您可以轻松领略周边的波罗的海、波斯尼亚湾和芬兰湾的迷人风光。这座岛屿离芬兰港口城市图尔库不远，从大陆码头乘车仅需约一小时即可抵达。Juusluoto 是一个罕见的高品质岛屿综合体，拥有超过25公顷的陆地面积和78公顷的私人水域。岛上地形多变，有岩石、松树和刺柏，保持了原始自然的美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曾是芬兰历任总统开考难钟爱的钓鱼圣地，他经常在此与各国元首共享独特的群岛风光。主岛上的建筑风格保留了60年代的原始风貌，完美融入自然环境。每座住宅均配有大玻璃窗，可供您观赏窗外的壮丽景色，并且内部设计主要采用木质装饰，简约而舒适。Juusluoto 目前可以容纳约20位客人，设施齐备，包括壁炉、蒸汽房、洗衣机、烘干机、户外厨房、露台、员工宿舍、船屋、码头和直升机停机坪等。除了岛上设施外， Juusluoto 还包括大陆上的一处物业，其中一栋休闲建筑在2022年完工，另设有一个可停靠大船的码头。Juusluoto 不仅提供独特的自然体验，还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私密性和舒适感。在这里，您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尽享大自然的美好与宁静。Juusluoto 拥有永久产权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650万欧元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